今天中秋节吃点心，没有定位。下过雨的下过傍晚。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，然后现在我们去吃午餐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去酒店的下面有那个点心店，结果都福利不了，因为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都忘记了。想要叫那个下面这个，这两个什么不一样啊？大虾小虾。哦，先玩一个这个吧。这个我可以，水涵那里已经是煮好了，他直接盛过来。要辣椒吗？多一点啊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谢谢。好长的队啊！吃完了记得要收，谢谢。这像博士啊，我觉得有点像，没有，我觉得刚才那个比较好看。还有一个，哎，懂了懂了懂了。来我来。真像变苍蝇了呢。Futuristic, bro。首先我们要去找 ice cream。啊，现在要找唯一很想吃的 ice cream， 从第一天炒到今天了。所以他是想是一个 uncle 卖的一个面包 ice cream， 在 Orchard Road， 很多朋友也是推荐我们去那边吃。Let's go。哈哈哈哈哈。是这一档吗？是啊。好像不是哎。好像有很多。当的感觉，我不懂，我没有吃过。安哥是一个安哥。你们这个不是安哥？因为这几档啊，档口太多人了，然后他们就随便选了一间，总之不是安哥签的。只要是 ice cream 都可以接受。面包，面包。大哎，我不想自己吃一个哎。我们 share， 我们 share。你要什么？也是面包吗？ Yes， 对。Mint chocolate 一个。面包。然后呢？面包还是面包啊？面包，面包。谢谢。这是我的 mint chocolate。一样一样一个，啊、你也是这样，很难。不不不不不，你也你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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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这样欺负我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拿去。不要，啊不要。我们叫的是一样的名字，不、是？是吧？啊，三个。我们应该叫 c
虽然店很可爱，你看那边有 price list。我们带动安迪的生意。很累啊，很累啊，不想走路回酒店。这个，第三天晚上，周兴哲演唱会 outfit OOTD check。诶，我们直接开下来哟，来哟，你们来哟，谁先走？很秀这个地方，今天晚上跟嘉明一起吃。介绍一下啊 ，OK， 这个是很出名的虾，它的虾很好吃的。OK， 所以来到你不吃，你应该要 try 一 try。OK， 它的西湖，你看，没有 share 那里。OK， 我们还有点，还有鱼，这边还有鱼。OK， 我刚有看到鱼。进到来了，很多人呢。Shut up.